上海浦东，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之一。高耸的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向世人诉说着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的巨变。许多爱国港商都是这巨大变化的功臣。但要说第一个在浦东吃螃蟹、投资处女地的人，就不能不提到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及其父亲唐祥谦。现年66岁的唐英年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有缘人，正是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让当年刚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他做出了人生中的一项重要决定。我在76年呢完成学读书的时候呢，是在那个时候呢，我是在思考要不要留在美国发展的。后来呢，我跟我父亲呢谈了一个晚上，就是呢，他也说那个时候呢，刚刚好我们国家开始开放，他也要把业务呢扩展到内地去，问我可不可以有没有兴趣回来呢跟他一起发展。所以后来我想了一天，然后跟他说我到底是中国人，我还是呢希望能够回国来发展，所以呢做了这个决定。唐家是江苏无锡的名门望族，祖上曾在无锡、上海等地开办纺织厂。上世纪60-70年代，唐祥谦先生在香港办厂生产成衣，事业迅速发展，成为香港纺织大王。1978年，国家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唐家父子就积极筹划在内地投资建厂，当起了急先锋。当年他们就在深圳开办了一家纺织厂，成为首位在内地开办合资企业的港商。因为那个时候呢，改革开放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这个政策呢还是走的方向步伐各方面我都认为是做得很好。虽然我们经历了不少困难，作为先锋呢总是呀碰了困难了比人家的多，我们这条路走出来以后呢，人家只要跟着我的脚印去做呢，就容易得多，顺利得多。但是呢我不怕做这个先锋。1980年10月，唐家父子和上海纺织局商谈合资事宜。半年后，上海首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就成立了，而且厂址选择了浦东。但是呢，上海的发展呢，没有道理的不发展浦东，所以那个时候呢，浦东成为上海市政府发展的重点之一。我那个时候也是响应上海市政府的一个政策，所以放在浦东。选址呢，当然我要选最好的啦，最近的，也就是陆家嘴。联合毛纺被称为上海001号合资企业，开启了沪港双城合作的先河。在1984年的一次访京之旅中，唐祥谦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握住他的手说：“我知道，你就是香港来内地投资的001号。”联合毛纺的发展过程堪称神话，公司的盈利以年均40%的速度递增，仅仅3年半功夫就收回了600万美元的全部投资款项，这在上海改革开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投资上海浦东的同时，唐英年家族看准了新疆丰富的羊毛资源。1979年，在乌鲁木齐开设了新疆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
天山某纺织厂，这又是一项历史创举。此后几年，唐英年家族又相继在内地多个城市投资数亿港元，先后建立了20多家合资企业，涉及纺织、电子和房地产等行业。多领域的投资经历也让唐英年感受到了改革开放40年内地营商环境的变化。这个营商环境呢，在这40年呢，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过去呢，全部是国企，没有这个市场概念的，而且呢，那个时候呢，对一个营商环境呢是完全不认识，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因为也到底有了40年，而且国家的开放了，令到我们有很多国民啊人民呢能够走出去到外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同时也很多外地的企业到内地去投资，所以在交流方面加强了，眼界也开阔了，对世界呢也更大的认识。所以这完全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唐英年加入了政界，将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促进香港和内地的合作。2003年，港澳个人自由行政策实施，如今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内地游客到访香港，大大促进了香港的旅游业乃至各行各业的发展。这个政策正是由唐英年等人极力促成的。就好像个人旅游一样，一开放的时候呢，就是要像深圳、东莞、广州，好像就这样几个地方，后来循序渐进，马上好像加了上海，跟加了北京，然后一个一个城市这样加，三两个这样加出来的。在黄金周，2003年十一黄金周了，就开放个人旅游，开放的第一个星期呢，本来很冷清的商场，突然呢变成很多人，商务非常开心，餐厅们非常开心。香港人看见这电视上的镜头呢，看见也感到非常鼓舞。从早期以商人身份投资内地，到后期以高官身份促进两地合作，唐英年深深认识到，改革开放进程中，香港和内地的合作好比一场1+1=2的数学题，既促进了内地经济的腾飞，也有利于香港商界的发展，实现双赢。我觉得呢，改革开放是为香港带来很大很大的机遇，没有改革开放，香港也没有今天的发展。对内地来讲，也是提供了一个先行者的一种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互惠共赢。从香港的角度，我们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作为一个走进来、引进来跟走出去的平台，这个对香港当然固然是有非常好的优势，同时对国家来讲，要是长期发展，也有一个对外窗口的平台。将于2030年完整落成的香港西九文化区，将容纳香港故宫博物馆、戏曲中心、演艺综合剧场等，成为香港和内地文化交流的平台。步入耳顺之年的唐英年又有了新的身份，担任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继续促进两地的合作。